住的巷子里，我住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？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哦，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许我不该在你的身边。